帝啊，你差派我们夫妇来这块土地，到底我们要做些什么？我来柬埔寨大约是6年多了，那今年是进入第7年。其实我学柬埔寨语，哇，这个语言蛮困难，因为我来的时候完全都还不会讲。其实当我懂得稍微懂了些他们的话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沟通，我就能够进入他们的世界里面。看见这些孩子的时候，我觉得，哇，这些孩子需要福音。当我们去到乡村的时候，孩子是非常贫穷。这些贫穷的孩子，他们需要很多的爱。还有，蛮多就是他们没有受过教育的，他们甚至是说连一日三餐，他们可能都有一点问题，所以。在教育孩子上，他们也可能就因为本身没有受到教育，所以他们也比较难怎么样去给予孩子更好教育，甚至说女孩子要有些他们就让他们停学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帮助的是这个新的一代，这新的一代他们能够起来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人，然后更多的弟兄姐妹，他们能够有这方面的知识，他们有这个方面的恩赐的，然后希望有更多的人啊，跟我们一起在这个地方能够服侍这帮的可爱的孩子。我们希望看到更多人愿意来到这个地方，他们愿意给予他们的爱，他们可以在哪一方面他们可以给予的，他们就给出，让这些人能够感受到哦，在这个世界里面还有人间的温暖，还有爱的存在。孩子站起来是我们的喜乐，我欢迎来体验，体验之后你就知道助人真的是非常快乐的。这个爱的种子能够撒在这一片的土地上，特别在这些幼小的心灵里面，让他们能够健康的成长，让他们活着有爱有希望。